我给你变个魔术，可以让你忘了自己是一条狗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是狗啊。你看，你已经忘记了吧？你太贱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为什么突然这么说？因为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。你又说我是狗，你太贱了。别跟我开玩笑了，我今天工作还没做完，我已经忙成狗了。醒醒，狗没你那么忙。你怎么这么贱？你那么闲，是不是跟狗一样啊？贱，其实本来是一个骂人的词，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词跟朋友开玩笑，意思是这个人很调皮，比如你太贱了，你怎么这么贱？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来 GoEast Online Class 和我们一起学习汉语吧。我们下次再见。